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1号，星期二，北京的空气骤然紧张。现在，中共发出罕见的信号，北大会即将登场。而这个北大会今年可能持续2个月，罕见的长，就说显示各方可能拉锯战，各方摊牌，一直要斗到20大。如果开2个月北大会，那就说7月、8月开的话。这个是2个月，如果是到7月中、7月底再开的话，那8、9月开下去，本来20大应该是10月召开，推迟的话11月召开，几乎就是各方的斗争、权力斗争要持续到20大召开前夕。这个罕见的信号是怎么发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特斯拉的车主突然接到了通知，要他们呢保证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这2个月啊，不得进入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而且有些通知啊，还明确的说，这些特斯拉的车主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说有违反的话，说，本单位就发信的单位啊，说是要这个按照法律顶格处理。其实这里有什么法律呢？就是一个通知，一文通知就号称法律，根本没有法律可言，还说顶格处理，就是最高级的顶格的处理，显示很紧张。一想到特斯拉，大家就想到前面一件事情，就是6月7号、8号，习近平跑到四川去了一趟，结果进入成都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就是所有的车都可以进出成都，唯独特斯拉例外。特斯拉就是美国富豪马斯克这个特斯拉工厂在上海设厂生产的这个电动汽车，全世界有名的最贵的电动汽车。那么当时习近平去四川去成都，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安全考虑，因为特斯拉呢，据说因为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那么它就，车外车内的一个监视功能，不仅对车内啊，它自己有一个保护功能，对车外的路况、四周的环境，它要监控收集信息，以获得这个车自主驾驶的安全，所以它就有个监控功能。但根据以前呢，中共一些方面的透露，一些军方的透露啊，说特斯拉这个车本身呢，还具有更广泛的收集情报的功能，甚至说可能是一种间谍车。但是既然特斯拉有这样的收集功能，中共是畏之如虎，吓得要命，又何必让特斯拉在那里设厂呢？在上海，其实呢是当时啊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啊，川普政府跟习近平当局啊打贸易战最紧张的时刻，那个时候外资啊美资啊都裹足不前，甚至撤离，但是特斯拉马斯克是逆流而上啊，说的幽默一点叫顶风作案，啊，跑到上海去设厂建设。当时中共还当成一个标准来宣传，就尽管双方贸易战，尽管说脱钩，但是美国的资金、美国的企业照样进军中国，进军大上海，就上海设了最大的啊厂家特斯拉。但是既然如此，又何必？既然当初又何必今日呢？或者说，既然是今日这个情况，又何必当初？实际上就是中共呢是利用特斯拉给自己在贸易战中啊，这个打造声势，或者是吸引其他的外资，或者稳住外企外资。那么现在呢，又说特斯拉有监控功能，到处限制。如果在商业上，在国际市场是违反规定的，违反起码的规定，那叫产品歧视，或者产业歧视，这个完全可以啊，诉诸于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国际法庭。但是中共就是这么一个人治的国家，不要法治，一切胡来。所以任何人要去投资，是马斯克也好，是其他人也好，要去投资，你得承受这个代价，人治的代价，没有法治可言。所以这一回也是这样，在成都呢就歧视了一回，不让特斯拉的车进入这个成都市区，在蜀都大道和什么一环路啊叫分流啊出城。这回又来了，而且一限制就是2个月。限制进入北戴河的一个地区啊，限制2个月，这是赤裸裸的歧视。但歧视倒过来，如果说习近平在成都是为他自身的安全和自身的这个身家性命着想的话啊，防范党内政敌、国内政敌对他下手，那么在北戴河就是防范北戴河的安全，同时要确保北戴河的风声不得走漏啊，消息不得走漏，那就说明北戴会啊这是很紧张。通常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啊，一般是2个星期。正常情况下，比如7月中到7月底，或者是8月初到8月中，啊，有时候呢说延长1个月，有时候7月中到8月中，吵得很厉害。那么像去年发了河南大水，李克强作为总理本来要去河南，受了习近平、习家军百般的刁难，而在河南呢是报假数据，啊，不让国务院调查组进去，
经过北戴河，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拉锯战之后，经过政治老人的批评，啊，习近平、习家军败下阵来，最后挡不住，李克强去了，国务院调查组也去了，中纪委的调查组也去了。那是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情况。今年北戴河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看规划就是两个月，就说明了围绕二十大，各方要激烈的博弈，各方都要出牌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讨价还价又涉及哪些方面呢？首先，出席的人员是现在的高层和已经退下去的高层，就所谓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现在的中共高层呢，就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还有呢就是书记处的书记啊、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还有人大的这些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的主席、副主席等等，现有的正国级、副国级的领导人出席北戴河会议，至少是这个级别以上。当然，有时候会扩大到其他一些。啊，一些级别，一些省部级的人，关键省部级的人有可能进入。政治老人里面呢，就是几代政治老人呢，就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时代、胡温时代，再往前推啊，就江朱时代、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那么还有邓小平遗留下来一些政治老人，像百岁老人宋平，据说最近也发声对习近平不满，说是不能让他搞垮一个党，说不能让他一个人毁了这个百年大党。传出宋平的说法，而宋平呢曾经是几代说是领导人的这个恩师，包括提拔了胡锦涛、提拔了温家宝等等。那么这些政治老人出席啊，他也包括正国级、副国级，就当过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或者书记处书记，或者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这些人出席北戴河会议。那么这些政治老人虽然退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级别也是有所划分。中国是个等级社会，那里面的级别仍然有高低，有发言权仍然有大小，并不是政治老人退下去啊，变成平民之后全体的发言权力都一样。其实呢，当过总书记、当过总理的人发言权还是大一些，所以他们那里面仍然有他们的轻重，有发言权的轻重，这是中国党内的一些潜规则。那么现在政治老人呢，多数派呢都反对习近平。现在看来，摆出这么一个大架势啊，习近平摆出这么一个大架势啊，可以看出是一个，习近平、习家军或者习派这边不甘心失败，不愿意放弃。尽管由于搞垮了中国经济，搞坏了、搞乱了中国社会，由于封城防疫一团糟，现在被迫在经济上、民生或者是交通方面把大权让给总理李克强，让。李克强呢，把他应有的权利拿回去，从这个习近平的党管经济啊，回到国务院，啊，政务管经济。但是在连任这个问题上，看来习近平和习家军，并不愿放弃，不敢啊善罢甘休啊，不愿意松口，还在抓。所以呢，规划了这两个月，就说明了斗争很激烈。那对习近平、习家军、习派来说呢，恐怕要这个争取所有的自己的说法或者是根据啊，去出要保障他的连任。或者是赖住三个职务中的其中一个。那习派的根据是什么呢？习派的根据说，既然去年十一月通过了16届所谓19届36中全会，又通过了所谓第三份决议，来了两个确立，什么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的习思想的主导地位，然后2018年修宪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所以他就有理由啊连任。但是反习派也是有依据。依据就是，过去虽然有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规定，但总书记、军委主席并没有规定。但是潜规则内部的共识就是做两届就下来，就包括总书记、啊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等。另外呢，至于说第三份历史决议也好，是这个两个确立也好，那对反习派的说也可以指过去是指过去十年，因为所谓两个确立啊，早在十九大前后就确立了，十九大之前就把习近平确立为核心，啊就已经。提出核心的说法了，2015、2016，十九大呢就把这个习思想写进了所谓的党章啊，写进了就是文件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王沪宁炮制的。那么到了后来，为什么又重来一次呢？19届六中全会只是强调而已，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习近平来说，之所以在19届六中全会第三份决议中强调一下，是为二十大连任铺路。但对反习派的说，可以理解成，那就是一个总结，给你一个礼遇，给你一个台阶下，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送你一程，啊，给你一个大奖状，带一朵大红花。那反习派有更多的根据，那就是情况是变化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全面的发展的，啊，动态的看问题，
而不是什么静止的、片面的，啊，这个局部的看问题。所以从动态的看问题，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啊，2018年修了宪，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连任，或者是有第三份历史决议，就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以这个为根据来连任。那么你现在把经济搞垮了，社会搞乱了，香港给砸了，新疆成了全世界的这个可以说批评的热点，啊，这个封城造成了千百个家庭的破坏、破坏和破碎，家破人亡，饥饿之城，西安饥饿之城，上海饥饿之城，整个中国都是一片凋敝的状态，各行各业都在垮塌，外资啊外企都在撤离，供应线、产业线在转移，大量的失业，然后是物价上涨啊，粮食供应也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量的贪官，这些贪官都是习近平跟陈希执政的时候提拔上来的这些人，包括全国最大的粮官，所谓粮食储备局局长什么张悟峰，啊，都已经是最大的蛀虫，管粮食贪粮食，管什么贪什么。李金早管厕所工程，专门贪厕所工程款，习近平扶持了厕所工程总指挥，厕所工程呢是无疾而终，啊，虎头蛇尾，而这个李金早也投入大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反习派有十足的理由让习近平终止连任，而不是提前说把你推下去，啊，也不是说采取了什么其他，啊，不正常的非组织的手段，而是按照有组织的、有体系的、有法治的手段呢，这个两届任期啊就下去，跟其他人一样，啊，跟胡锦涛同志一样，说你习近平有什么话可说呢？但习近平就可能啊，这个如果是说，一个不好听的成语叫狗急跳墙的话，调动一些所谓的军警，啊，对，在北戴河以建言会保护安全为由，啊，进行某种威慑，或者是试图发动某种政变，那又另当别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两派拉锯啊，有可能是两败俱伤，双方同归于尽。如果双方能同归于尽，你求之不得，你两败俱伤，啊，拉垮这个百年大党，中国有可能获得新生，因为中国人民的新生就是啊，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很多觉醒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所以这场北戴河一定是一场恶战，一场大战，而且呢，斗的是昏天黑地，没日没夜，斗得不好，可能叫斗出大事。在北戴河，就在中共党内啊，斗争激烈啊，高层斗争难分难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中共呢，所谓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这两个系统啊，其实是分离了，啊，各自有一个态度，从他们的这个媒体啊，或者他们的行为。字里行间看出，中纪委是反习的，或者说暗中反习的，而国家监委呢是挺习的，或者说暗中挺习，甚至明挺习。那么这个总称说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那么实际上是闹了双包。这个双包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看一下最近的现象，中纪委有个网站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在之前中纪委网站，后来。2018年有了中央是国家监委之后，叫中央纪委监委网站，但是以中纪委为主，也就是以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领导的系委为系统为主。但国家监委也有一个网站，叫做《纪检监察杂志》，那么它是一个做杂志呢，是一个半月型的杂志，像半月谈那样的，但是它的网站是存在的啊，几乎每天都会更新。而这个网站呢，或者杂志的前身啊，就叫国家监察。也就是来自于监察部，那么监察部呢，原先是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是的第是一个部级的部门，正部级的部门。但是在习近平达到权力高峰之后啊，2019年十九大，还有2018年修宪的同时啊，就成立了一个所谓国家监察委员会，把它提升为一个国家级的单位，副国级的单位，就跟中纪委并列。那么中纪委呢是国家级，这个国家监委成了副国级。为什么有那么一个单位呢？表面上的理由说是有党政两套系统，中纪委管党的干部查处，而国家监委呢管这个政务干部、公务员的查处。但实际上这个是多此一举，因为中共里面呢，官员几乎就是党员，那么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党员，很少有官员不是党员的，哪怕公务员队伍也是这样。把它分成两个呢，表面上是有党政分开，但这并不符合习近平极左路线或者习近平党领导一切的路线，只是因为赵乐际是政治老人公推的人物，不是习派的人物，不像习近平第一届任期啊，可以跟这个王岐山合作，总书记跟中纪委合作，这个选择性反腐来巩固自己权力。一看
赵乐际一匹黑马，政治老人推出，习近平挡不住，那么这个事就谋划啊。当时他跟这个王岐山还是一个联盟，王岐山足智多谋，就大概给他献计啊，就成立了国家监委。听上去啊，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闹了双包，一个要党政合一、要党领导一切的总书记，极左路线的代表人，居然在这个问题上要党政分开了，党政分离了，各管一摊了，所以就闹起了双包。但事实上，作为杨小渡啊，国家监委的主任、政治局委员，他是中纪委副书记，按道理来说，他要服从啊赵乐际的领导，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领导。但是他显然直接对习近平负责，是越过啊赵乐际，很多事情都越过赵乐际，包括还有一个中纪委副书记叫徐令义，是习家军人物。陕西的大案办不下去的时候，赵乐际不愿意办那些大案，什么秦岭别墅案呢，有什么迁移矿权大案呢，啊，陕西的很多旧部啊，都是赵乐际当省委书记留下的旧部。这个习近平发了六次通知啊，都办不下去，所以就通过他的这个亲信徐令义，中纪委副书记去办案，把陕西一帮官员拉下来，投入大牢。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权力还炙手可热。但是也由此，他跟赵乐际啊结了仇。那赵乐际不仅是政治老人公推的人物，又跟习近平在陕西问题上成了仇家。啊，习近平后来一不做二不休，通过中组部长陈希啊，把赵乐际的弟弟赵乐勤免了职，就是广西的桂林市委书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纪委实际上成了这个暗中反习的一个中坚力量。但是呢，杨小渡和国家监委却成了挺习的力量。所以现在网站上就反映出不同，一些挺习的东西啊，主要发表在啊《纪检监委杂志》这个网站上，甚至这个网站上长期挂着一个把两个维护当作根本任务，什么意思呢？就反腐的根本任务啊，不是为了反腐，是为了两个维护，维护什么呢？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习思想的指导地位。也就是说，反腐是假的，最好是最主要是政治站队，政治看齐。如果你腐败，但是你是跟习主席看齐了，那我们就国家监委就放过你吧，不查你。就说反腐只是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维护习近平的权力和权位啊，甚至是连任，这才是他的目的。把这个反腐啊，颠倒了，反腐的意义颠倒了，而且是庸俗化。那反过来，中纪委的网站呢，虽然也报道一些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呢，但是肉麻的文章相对比较少一点，而这个大骂李克强的文章呢，几乎指名道姓骂李克强的文章也出在那个《纪检监委杂志》，也就是杨小渡那个杂志。经过几反几复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放上去，最终还是拿下来，就说明他们承认是在攻击李克强。举例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林甫，两个姓李的历史上的宰相来暗骂李克强，到最后又说名校毕业啊，这个高学历的官员等等，都几乎指名道姓，就说明双方斗争啊，都几乎到了摊牌的地步，就差把话说穿了，就痛骂李克强，大骂李克强。所以这两个网站，一个中纪委网站和一个纪检监委杂志这个网站呢，基本上显示了这么一个格局，挺习和反习的格局。但是有时候也有例外，因为毕竟呢，宣传系统笔杆子啊是掌握在习近平、习家军手上啊，中宣部长的网信办呢，或者是广电局都掌握在他们手上，包括中纪委的网站也有他们的人，这个里边的一些啊编辑也有他们的人，所以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啊，就是比较少的，跟纪检杂志相比少一点的这个挺习的文章。比如前几天有个文章，一个叫曲青山的文章，这个曲青山是为文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人又在谈大谈两个确立，什么历史意义，大谈特谈但这个文章呢，没有上党报，也没有上这个新华社等等，却上了这个中纪委的网站，大谈两个确立的意义，似乎十九届六中全会就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就说呢他连任，既然两个确定了就不能改变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他把国家砸烂，砸了一盘粉碎，一片废墟都不能改变，就是确定了他是核心了，确定其思想的指导地位，似乎要来个一百年不动摇，两百年不动摇，哪怕习近平有一天坐骨了，躺进了水晶棺也不能动摇，那口气就大到这么一个地步。总之呢，中纪委和国家监委赵乐际和杨小渡啊，现在看上去啊是各司其主，而他们的网站中纪委网站和这个纪检监委杂志啊，这两个网站也反映了不同的这个风向啊，反习和挺习的不同风向，这是一个缩影，就是中共内部斗争的缩影，或者高层权力斗争的缩影，激烈的权力斗争的缩影。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